神奇的画笔。哈哈，终于做好这个神奇画笔了。哎呦，不行，我得去休息一下了。我们在这里读书吧。好的。白夫子说，学生应该多读书。我最喜欢读书了。读书，读书。二郎神有三只眼睛，这里怎么少了一只？我们用画笔给他画一只眼睛吧。我来。画完了。眼睛有点大吧？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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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！乌鸦。不是乌鸦，是小鹦鹉。画笔在追小鹦鹉。小鹦鹉，别怕，我们来救你。画笔，别跑，别跑。画笔，别跑。你的脸，画笔怎么不见了？好多桃子呀！这是画笔画的。画笔在地上。这也是假的。孩子们，你们在干嘛呢？白夫子，您看，那里有个会飞的画笔。他总是捣乱。白夫子，您真棒。白夫子，您真棒。我记得我把神奇画笔收起来了，它怎么突然飞起来了？你们是不是乱扔东西了？对不起，白夫子，我们以后不会乱扔东西了。知错就改，你们真棒，不愧是白马学堂的学生。学生。怎么有一只会说话的乌鸦？学生，那是您的鹦鹉。白夫子，我给鹦鹉洗完澡了。八斗，你真棒。